花木兰花将军，给我们来了个开门红啊！掌声先点个赞啊！虽然说这诸葛亮和花木兰是不在一个朝代，但是生活中啊，这一对小选手真是朝夕相处的好姐妹。我们是在戏曲班的同班同学，我九岁了，我是姐姐。我是妹妹，我七岁了。好，既然是同班同学，接下来考验一下你们两个人谁唱得好一点。我觉得妹妹的乐调唱得特别棒。我觉得姐姐的基功比我的好。在打分之前哈，就让这一对好姐妹联起手来，你看一文一武，给大家来一段才艺展示好不好？跑调了，干嘛呢？一开始都不听清楚是吧？有点紧张，后半截到快完的时候，哎，抓住了就好了。
这个妹妹呢就明显的好点，乐调串的唱的哈有腔有味的特别好。最后合作这个节目姐姐发挥出来了，是不是基本功发挥出来？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戏曲的精神就是吃苦、坚持、合作、奉献，特别的棒，祝贺，加油啊！也先花木兰这个，我感觉你最好的就是你这个扮相非常干净，另外很知道用眼神。我给你建议，也给你的老师建议，演出的时候穿一寸半的虎头靴都够了，不要穿二寸半的高底靴，因为你还小，一寸半的虎头靴，哎，还漂亮，还是符合你这个任务，另外还不影响你的表演。第一个出场都很棒，确实各有特色，一文一武。他们两个专业老师啊说你们跑调，是吧？那是他们专业老师的认为，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就根本找不着调啊。你叫不着调？ 我觉得人挺好，是吧？这不叫跑调，是不是？尤其七岁这个小朋友，就刚才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诸葛军师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笑，这个一般人就来不了，有些成年人都来不了。你不信，你让丹阳阿姨来一个。我本来这次来就是来学习的，诸葛亮的笑。来这个，来。远山人我用兵不到。哎，你来来这个，你来一个这个。这个。你前面唱可以不用。咦，有点难。你就来那小，你就来那个小，来，来。哇他这个笑啊还真是不是普通的笑，笑里面不是藏刀啊，藏着学问呢，真的藏着你的技巧。两个小朋友一上来就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，耳目一新，而且呢就是赏心悦目。那上台上的一招一式我觉得特别的，哎呀，可人，要是我也这女儿多好呀。接下来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，我们要为两位小选手来打分了。好的，首先来为一号选手言语来打分，请打分。现场观众为言语小选手打了360分。支持邝湘琪小朋友的请做好准备，请打分。邝湘琪小�朋友，观众打分393分。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专家评审来投票，二选一，胡老师你的选择。邝湘琪，为邝湘琪加上50分。好，邝湘琪现在443分。为言语加上50分。好，周伟评委，邝湘琪再加50分。李丹阳评委，言语加上50分。好，结果出来了，言语460分，邝湘琪493分。祝贺邝湘琪小朋友进入了我们的年终总决赛。言语小朋友还有机会啊，我们还有一个推荐环节，也希望你有好运气啊。